如风说梦话，八卦天天看。一，吕总买两只镜台善恶。泥水雪山服战队瓜哥将退役，团队吕总从他手中买下了两只全红镜台善恶童子和一只石红的镜台四吸血宝宝。吕总在加盟泥水雪山之后，一个人手握地府和盘丝两个号，更新力度非常大，已经成为团队的核心老板之一。二，九红法谛厅交易。近日屈服孔庙一只九红完美技能的四轮车法谛厅，速度资质1521点，最终以25个的价格交易。与巅峰时期相比，九红法谛厅的价格确实是下降了不少。三，新出145级别光辉腰带。来自狗托粉丝的投稿，只鉴定三条140腰带就直接爆出了145级别光辉腰带，可谓是真正的瞬间报复。兄弟们，你们觉得这条腰带能换一辆什么样的车呢？四，群雄淘汰赛开战。2023群雄第四赛季决赛阶段的比赛将在今日11点正式开战，今明两天的淘汰赛将会决出进入了各个组总决赛的两支战队。五，世界冠军演绎精灵姐妹。花样游泳世界冠军姐妹蒋雯雯和蒋婷婷化身古精灵和影精灵，挑战超高难度水下舞蹈，演绎双生姐妹的三界故事。